下一位。你最近是肝火旺，脾胃不和，食欲不振呐。谢谢大夫。记得抓药。下一位。张大夫。喂，您的药，哎，您慢走。我的。记着啊，要按时服药。好，谢谢大夫。不用客气，慢走。爹，谢谢吧。哎，我怎么没看到荣石啊？啊，荣石，老七刚，给我说说，我们张家的祖训是什么？救国救民，医者仁心，张家子嗣，世袭医道。你还知道我们张家的祖训？让你天天学医，你却偏偏舞枪弄棒。今天，我非得好好教训教训你个不孝子！爹，松手！难道你也想守法吗？爹。愣着干什么？赶紧扶进去！哎，好，来。爹，怎么样了？幸好都是皮外伤，没事儿。他是连日跋涉，加之有伤。积恶成疾呀！哎，幸亏没什么大事，养养就好。愉快。哎，你去给他热碗粥。哎，好好。荣石，你来给他擦擦脸。爹，他醒了，醒了，好，没事了。这是我家医馆，是我爹刚才救的你。你醒了，爹，粥来了。来，喝碗粥，暖暖胃吧。哎，多谢先生一家救命之恩！扶起来，扶起来，扶起来，来。能跟我说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？我叫黄家川，是东北军的。没想到原来他是东北军。我们团遇到伏击被冲散了。哦，好了好了，别说了，我都知道了。你就放心在我这好好养伤吧。张先生，嗯，叨扰多日，救命之恩，永失不忘。您就是我黄家川的再生父母，张家就是我的恩家，日后发迹，定当报答。请受家川一拜。好汉，不必多礼，快起。我们张家历来是以救死扶伤为己任，从来不求回报。但愿你能为国出力。记住了，家川就此别过。
你们几个随我进来。你这是我们家祖传医术秘籍，全在这本书里。眼下时局动荡，前线局势紧张，也正是我们张家为国效力的时候。我希望你们兄弟几个要好好熟读医书，以后能够救更多的人。是，爹。爹。爹，我。我什么我？有话快说。我想去习武。习武？习武能救人吗？那是去杀人。爹，文能治国，武能安邦，医者可以救死扶伤，武者不仅可以救人，还能会让人强身健体，抵抗外敌。住口！爹，孩儿心意已决。你，爹，爹。孩儿走了，孩儿向您保证，一定在练武的同时，研读经书，不忘祖训。爹，您保重身体。三哥，五哥，你们这是？七弟，爹让你去宁远城。宁远城？对，这封信啊，是爹写给宁远霍老爷的信。霍家？哎，华掌权霍四爷。爹，他原谅我了吗？你就放心吧，爹啊，会原谅你的。爹就是舍不得你呀。好了好了，赶紧走吧，在外面照顾好自己啊。嗯。三哥五哥，那爹就靠你们照顾了。哎，放心吧。嗯，好，去，走吧，去。大婶，我问一下，霍府该怎么走？瞧，就在那儿。哦，在那边是吧？对。好，谢谢大婶。哎，不谢。您是？啊，我。哎哎，您找谁啊？哦，我找霍四爷。哦，那请进吧。哎，原来是郑坤兄家的老七呀、啊！晚辈山海关张荣石拜见四爷。好，坐。哎，世侄啊，
镇坤兄一向可好？老四爷惦记，家父一切安好。好，好就好。嗯，四爷，侄儿仰慕四爷已久，又知道四爷您是华掌拳的大家，一套柔化十二拳，那可是威震八方啊。所以侄儿想拜您为师，学习华掌拳。好小子，有志气。 听说你爹给你请了御林的唐达和吴鹤林师傅教你少林功夫。是的，四爷。少林功夫天下无敌，唐达又是河北知名武师，吴鹤林是榆林镖局的镖头。哈哈，就我这点功夫，就不必跟世侄卖弄了。 站住！你谁啊？你敢对我爹不敬，我都听见了。说三道四的，今天我一定给你点教训。你爹？我爹就是霍四爷，霍天宇。哎，咱们俩还是兄弟呢。谁跟你是兄弟？天宇。 天宇兄，霍天宇，张龙石，敢不敢参加宁远武道大会？ 你是谁啊？你干嘛在这儿？我路过，困了，睡一会儿。睡一会儿？你睡着了还会欺负人？姑娘，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干嘛推我？谁欺负我姑娘？爹。
晚辈赵如石，家住山海关，前来红罗堡找赵国伦赵师傅。原来你找我爹呀？你爹？嗯？您就是赵国伦赵师傅啊？怎么，你还不信啊？哦不，赵师傅，我终于找到您了。哎，我信呢。 赵师傅，这是霍四爷让我转交给您的信。呵呵，我这霍兄啊，就好摆架子，我还以为啊，是霍少爷和女儿的婚事呢。爹，不许你再提霍家。好，不提，不提。哎。 小子啊，刚才说你叫什么？张荣石。啊，哈哈哈哈哈！你爹挺好吧？前辈，你认识我爹啊？岂止认识啊！你满月的时候啊，那我还抱过你呢，结果你尿了我一身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了。哎，红罗，这是你荣石哥哥，以后啊，你就有伴了。哈哈哈哈哈！ 哎，红，贤侄，屋里聊，屋里聊。哎，我抱。哎，走走。哎，丫头，上茶。哎，赵师傅，侄儿想拜您为师，学习点钢拳。哎，这个不急，你既然来了，就多住些日子啊。 哎，快起来！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脸皮可真厚，一来就想让我爹教你功夫。不是，赵师傅，我贤侄，我早就知道你自幼啊就好习武。哟，看不出来你还是个舞痴啊！哎，哎呀，爹，那我先去买点米回来。好。嗯。哎，赵师傅。 要不我陪红楼妹子一块儿去吧，我有力气，正好搭把手。也好，<笑>看不出来你还挺会做人的。丫头，怎么讲话呢？哎，没事儿，那我们去了啊。哎，好。哎，哎，我去了。哎，路上小心啊。知道了。小心啊，你看这小猫。 来点啥？嗯，称五斤米，哎，就要这种。哎，好嘞。这米再白，也没有姑娘脸白呀。你们想干嘛？ 刘师哥，你的手！小心！啊！
什么功夫？阿弥陀佛！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什么人在闹事？什么人在闹事？你们在干什么？谁在闹事？哎，吉野大人，您这是？你们中国人打伤了武的人，还有这个和尚，人呢？谁？谁在闹事？是不是你们两个？把他们给我抓起来！慢着！哎，我看谁敢！霍少爷，是您的。红楼妹妹，你没什么事吧？我没事。没事就好。霍少爷，吉野先生，你好啊！原来是霍少爷的朋友啊！误会了，误会。对对对，误会，误会了，误会了。我们走。既然是误会，我也走了。哎，走走走走。红楼妹妹，你没事就好。哎，龙师哥。哎，你的手还流血呢，走，我赶快回去给你包扎一下。我们走。红楼妹妹。疼吗？不疼。我这祖传的医术那可没白学，服了这些药啊，过两天就好了。切，我看把你能耐的。照你这么说呀，那个僧人应该是了空大师。了空大师，我要跟他学功夫。你看你一说到功夫你就来劲，我看是不疼。疼！好了，爹，赵师傅，要习武先胆骨，跟我习武，先试身手。荣师哥，去啊！赵师傅，那就得罪了。说他轻。哎，爹，你小心点儿，他的伤还没好呢。我没事儿。没事儿。真没事吗？真没事儿。赵师傅，我想拜你为师。爹，嗯，葛队长求见。丫头啊。啊。你今年整整十八岁了。爹，您记性真好，下月初七我就十八了。哎，可是这大事儿该定了吧？爹，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要一直陪着你。嘿，傻丫头，我看呐，霍少爷一直痴心于你。嗯，
不如你就答应了吧。爹，我不是跟您说过吗？我是不会嫁给他的。这么说，龙石和天宇就要成冤家了。冤家？哎，当年呢，我和山海关的张振坤、宁远城的霍四爷有约，如果三家都生娃的话，生男娃都结拜为兄弟，生女娃都结为姐妹。如果生一男二女，那二女打擂，胜者为妻；如果生二男一女呢，那就二男打擂，胜者为婿。爹，说不定那时候荣石哥哥已经有婆娘了。合着你看上你荣石哥哥了？哼，才不是呢。哎，葫芦妹，师父。哎，丫头啊，爹真要去宁远城一趟了，你霍四爷那儿真摊上大事了。不好，我怎么把正事给忘了？我现在得出发，按照霍四爷让我去送信的时间，应该还来得及。师父，我先走了。哎哎，慢着慢着，我正要去呢，顺便把信给你送去，你们两个在家好好练功，相互有个照应，啊！哎，高队长，请。好茶，好茶。你们中国不但茶好，功夫更是博大精深呐。啊，您是说前次跟您交过手的那个和尚？哎，兴许就是个游方僧人。你们中国有句古话，叫“天下功夫出少林”。我对这少林功夫颇感兴趣。您这么一说，哎，我倒是想起点什么。想起了什么呀？这怎么好意思？据江湖传闻呐，说少林寺啊，有一本武功秘籍，叫《国宝六书》。国宝六书，我也是听说啊，说锥子山大当家就是出自少林，他还当过东北军，那身手是相当的了得呀。请。劳烦高队长您多给我讲一些。好，就在上个月的月头，唱了一回小掌声啊，哎嘿嘿嘿嘿嘿嘿嘿，走啊，掌声那个后边儿呀，哎嘿嘿，哎呦呦呦，谢大当家的，哎呦呦呦呦呦，上这儿来了，妈了个巴子，你谁？你们什么骂啊？嗯，报个门，门清吗？老北风，正是你家北爷，砸盘子劲儿挺足啊。哼，我李爷放了七道料水的，你是咋爬进来的？别问你呢，是砸窑的吗？
本来想连旗的，今儿干脆把窑砸了。那得看爷的官是不是值啊。窑不错，也要。我去你娘的！记住了，也叫黑狼。等等，等等！打今儿起，这儿归爷了。愿意开皮的留下，不愿意的滚球。还有要溜的吗？小的愿意跟随大王。小的愿意跟随大王破案。黑狼。黑狼先生。小小意思，不成敬意。希望能跟先生交个朋友。你是有事找我帮忙吧？哈，我就喜欢先生这样快言快语的人。说吧，需要我们做什么？黑狼先生真是真性情的好汉。先生，说吧。既然您这么直性，我也不拐弯抹角。我想请先生帮我找一本书。书？什么书？国宝六书。你是怎么知道有国宝六书的？原来真的有这本奇书啊。我对中国功夫非常感兴趣，想了解一下，所以当然如果黑狼先生能帮我找到这本宝书，我将以十箱大洋以表谢意。妈呀，十箱大洋！大哥，好，成交，五十箱大洋。胡乐姐姐真厉害。找老师。吴晓德，你干嘛？红罗，你别管啊，这小子与我结下了梁子，我今日要与他交战。那什么，赵师傅也不在家。你少跟我作怪，咱们红萝卜什么时候有欺负外地人的习惯？自打这小子来这之后，你就没正眼瞅过我。对呀，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不能眼瞅着自己喜欢的豆芽菜到别人家了。你虎了吧唧的，谁是你的豆芽菜？他不光掐我喜欢的豆芽菜，而且洗吧洗吧下锅炒了。姓张的，
有种的话你就和我交战。不是，小兄弟，你先别激动啊，你看咱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？霍洛，你看这，哼，怕了，怕了就滚犊子。你就是个瘪葫芦，啊，瘪葫芦，瘪葫芦，真是个瘪葫芦。好，小的兄弟，我也正想与你学两招。荣师哥，行，那就别叭叭了，来吧。荣师哥，你要小心。没事。吴老二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敢给我下黑手，看我爹来了怎么收拾你。你放心，我有分寸。注意安全。小德兄弟。吴兄弟，好功夫！承让。荣师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侯罗，我是不挺有分寸的？啊，是个爷们儿啊！走了，走。荣师哥，这怎么回事？这位吴兄弟啊，是条好汉。大哥，原来上策在你手上。我也在找下卷呢。当家的，您找我。二胡子，说说，老北风都喜欢吃哪口啊？明白，明白，当家的。老北方他喜欢吃肉，不喜欢啃骨头。不过有两个地方他一直没啃下来，一个是红罗浦，因为浦中男女啊都练武，民风彪悍得很，附近的柳子没有敢碰这个浦子的。还有一个地儿是宁远城，因为镇上有个厉害的角儿，他叫霍四爷，那可是武林高手，而且脾气大得很。以前去捡镖的柳子都败在这个霍四爷的手下了。这俩地儿老百姓的日子还过得去吗？要说这俩地儿百姓的日子过得是比这五里八村的要强很多。凭大哥的武功智谋拿下宁远城红罗浦不在话下。老北风喜欢油腻口的，也喜欢咸淡口的。既然这红罗浦和宁远城都有人保护，那么以外的地儿就都由我们来保护。不过你们给我记住了，我们锥子山的柳子只杀富不劫贫，我们要做穷爷们保护神。眼下最重要的是国宝六叔的下落。当家的，我姑爹老二在霍府当管家，听二表哥说，霍四爷这几天特别忙，不是给赵国伦了空送信，就是联络什么护宝四杰，说是为了保护什么六弟。别忙。孽障，还我宝剑！
高伦，妖空大师的朋友。啊，先生。法师，伤情如何？啊，是中了五毒掌，亏得国伦兄弟身板结实，啊，还得观察几日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经过我多年的查访，这个黑狼，就是当年杀害了陈趁机夺走国宝六叔上部的黄家川。嗯，他研习宝技多年，已成绝顶高手了。此人阴险狡诈，最近逃窜在宁远城一带，望霍四爷和宁远城早做防备啊。嗯，最近我发现城里来了一伙日本浪人，行迹可疑，这说不定也是奔着国宝六叔来的。这么看来，凭我们老哥几个，这护宝难度就更大了。阿弥陀佛。跟上跟上，快点。红楼妹妹。哎，霍公子，你怎么来了？红楼妹妹，今天可是我第三次上门求亲，你总该给我个机会吧。我不是跟你说过我不会嫁给你的。霍啊，你看这个放哪里啊？就是因为这小子，你好几次拒绝我提亲是吗？非要我说话伤害你才满意是吗？好，那我告诉你，你什么都不如他。那我让你知道，他什么都不如我霍天宇。哎，天宇，你听我解释。你要再敢动手，别让我这么瞧不起你。张荣史，有种的敢不敢参加宁远武道大会？谁打赢擂台，谁取红罗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不过此事跟红罗无关。我告诉你，你早晚都是我霍家的儿媳妇儿。你死了这条心吧，我不可能嫁给你。我们宁远武道大会上见。我等你。各位看官，各位看官，今天守擂的是霍天宇，霍少爷。哦，挑战者洪教头。各位看官，本局比赛，张荣石对阵霍少爷。天宇兄，又见面了。好，荣石哥，加油！本局胜利者
霍少爷。好，黄犬子。火龙妹妹，你说你今天怎么有点不开心啊？哎，你笑一笑呗，你笑起来特别好看。哎，笑一笑，笑。哎，你看这个怎么样？哎，别走啊！看不可忽视，我可忽视吗？不是我，你明知道谁打赢了我就要嫁给谁，难道你就那么想我嫁给霍天宇吗？我。真是块木头，兄弟，买个风筝哄哄他呀。没钱。哎呀，小闺女这点心思都不明白。龙石，红罗，师傅，爹。去吧，我不想再看见你。爹，您儿子可是靠实力赢的。当我没看见啊？丢人现眼。赢了总比认输强啊。我这张老脸都让你给丢尽了。我想我们已经会过面了吧？会过面了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在街上救我们的人，就是法师您呐。多谢法师相救之恩。我说嘛，这样的身手还能有谁呀？哎，龙石，还不赶快给了峰大师跪下呀！啊！你这个木头真是木到家了，赶紧拜师啊！哎，师傅，我哎。机会难得嘛，快跪下，跪下呀！哎，师父，受徒儿一拜。阿弥陀佛。绝空脉武功秘籍繁多，有三乘十二门、七十二义、二十四宗。其高级功法有：擒拿、接骨、重坠、空运、点关。吐纳六绝，非常人所能习得。如今军阀混战，有头脸的都忙着抢地盘。政府又不管老百姓的死活。听说张大帅在沈阳被炸死，少帅一枪不发就退到关外，现在日军正在向锦州进发。徒儿还听说黑狼一共有两个手下，一个是青狼，还有一个是白狼，他们二人到处伤人，无恶不作。二位师兄，我们武林同道应该联合起来，担负起保卫乡民的责任。红罗卜自古就有习武之风，我伤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，我想马上和荣师回去，联合乡众，立刻抗匪。我也马上召集各个院子的护院，联合抗匪，还要防着日本人。阿弥陀佛。
这样，咱们就给他六圈子。哎，对啊，大家给他六胡同。哎，那边，走，往这边来。你们给我滚回去，我们红罗普村不欢迎你们。这小妞不错呀，跟爷回去，回山寨过日子吧。个狗东西，老子打烂你的头。胡小德，都别动，老娘的枪不长眼。我们红罗普村没有一个贪生怕死的，有种你们给我收起你们的臭喷子，跟姑奶奶过两招。住手！荣石哥，嘿，把枪放下，不然敢动手，你也活不了。乡亲们，大家先不要动。大哥，大哥，我听说这铺子里有什么六叔，我们商量是想给大哥立点功，顺便再给大哥争点地盘，没想到这铺子还真够难啃的，打伤不少弟兄，他们还骂大哥是黑心狼。我是来讨六叔的，不想杀人。你还记得我吗？您就是我假川的再生父母，张家就是我的恩家。日后发迹，定当报答。恩人，恩人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贾川，先不说这些，这些都是我的朋友。明白了，弟兄们，给恩人面子，撤了。恩人，我最近在锥子山，邀您来柳子做客，大碗酒，大块肉等你来，一定拜访。山寨见。龙师哥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乡亲们，都别送了，照顾好自己。荣师哥，难道你就没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吗？红楼妹，等我把事情办完，我就跟我爹说，来你家提亲。嗯。十二，哎，赶紧的，还得赶路呢。好嘞。红楼妹。大哥，我想这下策应该在宁远城。你看，赵国伦、霍四爷、张荣石都聚集在宁远城，而且我听说日本人也在宁远城打探。这么多人聚集在宁远城，我想下策一定在宁远城。我看不一定，辽空就不在。对了，大王。我二表哥说他上个月去山海关的张氏医馆去送信，我估计张正坤就是四杰中的最后一个。您看啊，了空神秘，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赵国伦和霍四爷都有自己的实力，唯有这个张正坤独立单纯，干脆把张正坤把了算了，拿宝鸡换人。好，二胡子，拿我的帖子，快去请张振坤张老大夫上山，不许怠慢。是。这个黑狼，敢把振坤凶掳上山，明日上山，我灭了这帮狗匪。哎，不能急，你这样只会害了振坤兄。各位师父，让我去吧，我爹救过黑狼的命。他应该不会把我们父子俩怎么样。来阴的，果然猪狗不如，胆敢在爷的宁远城撒野，等爷出去了，要扒了你们的皮。我就要国宝六叔，说出宝书在哪里，交到我手上，你不仅可以自由，你还可以得到你想要的。那你告诉我，爷最想要的是什么？赵红罗。霍少爷一定知道宝书在哪里吧？我告诉你，爷还真不知道宝鸡在哪儿。那就让霍少爷清醒清醒。霍少爷，你来试试。我知道，国宝六叔在庄荣师手里。你撒谎？不对，是在他爹张振坤那里。张振坤那里。爹，您受苦了。这小子还真没让你爹受气，整天就是大吃大喝，你看把我这筋骨都吃软了。二位恩人在上，请受在下一拜。哎，别多礼了。在下落草，实属世道所迫，当年在下得到国宝六叔上补，也是偶然。今天我就是想把宝籍归在一处，将来还给少林寺。没想到了空、赵国伦、霍四爷他们心怀叵测，一心想要夺得宝籍。
好汉，你这可是误会他们了。他们跟你一样，个个都是英雄豪杰。啊，这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啊，除了私欲，更多的是来源于误会。贾川，现在真正有私欲的是日本人，他们的势力已经超过了宁远城。哎，窝里的事儿以后再说，合手对付日本人是当务之急。嗯，二胡子，快送二位恩人下山，平安护送到家，不得有误。是。请。霍少爷，我已经侦查到，国宝六叔就在你们霍府，就看你的了。要不我把红罗姑娘给你绑来？你别把屎盆子扣在我爹头上。我已经跟你说了，国宝六叔就在张振坤手里，你可以找张荣石啊。那个赵红罗根本就不是我喜欢的，我才不要呢。霍少爷，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。嗯，荣石啊，在这住着还习惯吗？老爷，这是锥子山黑狼给你的信。黑狼要我们五日内交出国宝六叔，否则要血洗宁远城。老爷，这几天日本人到处打听国宝六叔，还有最近药王庙山的土匪王麻子活动猖獗，不断骚扰乡民，都是国宝六叔惹的祸呀。这个世道真是乱了套了。日本关东军占领了沈阳、锦州，东北军一枪不发撤至关内。霍四爷，宁远一带再无政府了，如今世道混乱，乡民是不得安生啊。我们不仅要保护保级，还要担负着保护宁远乡民的重任呢。对了，管家，老爷，你去把少爷找回来。是。这都什么时候了，还这么不着调？哎，哎，还有，派人密切监视日本人的动向。哎，我这就去。荣师啊，你去联络国伦师弟和了空法师。对了，城东保安团还有几十号人，我过去跟高队长说说。好。我立刻动身。嗯。高队长，能筹的款都在这儿了。哎呀，钱虽然好，也得有命花才行啊。况且就你这么一点钱。那可是黑狼啊，怎么能跟以前的那些小毛贼相比呢？黑狼再怎么有实力，他是土匪，你们是官军。再说了，咱们城里的老百姓和你们同仇敌忾，黑狼他绝对翻不了浪。不行不行，我怎么能让弟兄们拿命和黑狼赌呢？高队长，有话你就直说。没钱，你不是还有个霍家宅院吗？什么？这样我也好和弟兄们合计合计啊。嗯，贾川。荣石，霍四爷，我们来支援宁远城了。听说城里闹匪，堡子里能打的人呢，都带来了。患难见真情呢。哎，红罗卜有事的时候啊，霍四爷没少帮忙啊。哎呀，天宇这孩子，也不知跑去哪里，家里失火，他却不露面，哎，真是不让人省心啊。
如今老夫把它传给你，望你把我们祖宗的遗产继承下去。师父，徒儿一定和天宇把华掌拳和少林绝空拳一道发扬光大，捍卫人间正道。好。老爷，保安队高队长来了。霍四爷，我来了。高队长果然信守承诺。哎，咱们行走江湖讲究的就是个信字。二十个人，二十杆枪，五百发子弹。霍爷，我可是把棺材本都拿出来了。您这房契都准备好了吗？霍四爷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按约定，守住宁远城，我就把房契给你。你放心，我霍某向来是言出必行。好，好，好，行。那就仰仗高队长了。事成之后，霍某立刻搬家。小的们，咱们今晚就住在这儿了，守住宁远城。也守住我的家。是。三日之内要理解其中要义，不必死记。其中点关要诀更要印在心里。我保六叔的传承就靠你了。也许他在世上留不得几天了。是，师父。搭手挂扣，身相随。划取千斤，翻手肘。布丁贴靠，妙配法。黑狼先生，古堡六叔就在霍家。按照规定，你交出宝书，我将给你50箱大洋。当然，你所获得的远远不止这50箱大洋。明天我将助你一臂之力攻下宁远城，书归我，宁远城的所有一切归你。好啊！攻下宁远城，抢钱、抢女人、抢地盘，抢钱、抢女人、抢钱、抢女人。宁远城没那么好打，光保安团的20来杆枪，还有霍家及一众高手在那儿，这就是个棘手的事儿。我输了，我会助你一臂之力，还是大大的一臂之力。大哥，你怕啥？那咱还怕这几个花旗子不成？好，那就这么定了。好，明天上午宁远城见。告辞。对了，黑狼先生，不光是霍家的那本国宝六书要给我，你的那本也要给我。告辞。
这几日那些日本浪人居然都跑得没影，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。不论是日本人还是土匪，我们都面临着一场恶仗啊。各位师父，徒儿有一事想说。哦，荣师你说。当务之急，我们应该摒弃师门祖训，将拳术大胆地发扬出去。一，可以保卫家国；二，可以强身健体；三，可以将拳术发扬光大。按照目前的情况来说，我们的战力是有限的，但要是全宁远城的百姓都学会了武功，那岂不是全民皆兵？到那个时候，还有谁敢来犯？好小子，我们后续有人了。嗯啊，我们没有看错呀。阿弥陀佛，施主何必在屋外站着？进来吧。贾川，黑狼，你好大胆子！师父，把国宝六叔拿来。国宝六叔根本不在宁远城。我们不仅知道国宝六叔在宁远城，我们还知道他就在霍府。霍四爷，乖乖交出国宝六叔吧，免得宁远城遭劫。国宝六叔在我手上不假，但不在宁远城。按江湖规矩，把你们的家伙全部放下，我们兵对兵，拳对拳，凭功夫你胜得了我，我就带你去国宝六叔的所在；要胜不了我，你就回你的锥子山吧。少跟我废话，我们不但要国宝六叔，还要占了宁远城。那就试试。小的们，大哥，我早就看出你小子有鬼。我想搞清楚到底是谁在翻我的水。抵御日寇不光是你们几个人的事，应该是每个中国人应尽之事。啊，国宝六叔。大哥，吉野是怎么知道我身上有国宝六叔上卷的？啊，你小子是想坐我的位置啊？啊！精彩，真是精彩啊！爹，天宇，让你爹交出国宝六叔，我便放了你。你休想！啊！霍爷。只要你交出国宝六叔，我放了你儿子。休拿我儿子要挟我！看来四爷是要拿全城百姓当赌注啊！高队长，你霍四爷，识时务者为俊杰。小的们，给我攻城！我看谁敢！啊，你是不是也想篡位啊？啊，大哥，闭嘴！贾川，当家的。大哥，我也不想的，这钱你不要，我还不要啊！原来早有预谋，现在都听我的。
姑公，
弥陀佛。师父，交出国宝六叔，我放了你们，不然我生擒宁远城。龙石哥，龙石，来，给我。中国的国粹瑰宝，岂能由你这等侵略者所获？你给我杀进宁远城一个不留！想进宁远城，先从我身体上踏过去。还有我们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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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！这次多亏你们来得及时啊，这宁远城才得以保住啊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吧，同时我也希望你们能以民族大义为重，加入我们义勇军，共同抗日。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，我张荣石愿意加入。我本身就是军人出身，保家卫国，义不容辞，我加入。太好了，抗日是我们全民族的事，只要坚定信心，日本人早晚会被我们赶出中国去。荣石，看来不仅抗击日寇，传我少林绝空脉的担子也要落到你的肩上，为师所愿，不知可持否？